前的女儿生在美，她会有上台学习的机会，还有最重要的还要再多多学习我们体系的工作，然后获取了我这个机会分享这个奖品，这个圣歌的奖品。那一开始我阿妹国家旅行，然后感谢伊家的，我即收我应该过侪拢听过，应该两三遍以上啊，啊大部分大部分拢会使听来讲是对，上主要是感恩啊，爱感谢。那阮就是啊，进入阮的本地，阮的本地，啊，最后一点阮来做这个一届，感谢感谢天甲地，赐福福教福财福，因为知影这一切，拢是福大的福出的心福，无论如何咱命地，嘛无好歹好歹，感心协力，同心协力，手牵手，行福大同岁。啊，今日要分享的是真一段真有温暖的歌，而且是讲真温暖的歌。因为重点就是阮感谢天的，感谢我讲。那各位姐妹，咱敢有感谢这个天家的？嗯，敢有感谢无？有吼有吼，哎，真好真好，大家拢爱感谢，感谢天的，有啥物感谢天的？如果无这个天，伊无落雨，无这个太阳，无这个月。无这个钱，阮无法度进入伊个世界。那无这个裤脚，阮无工作房屋，无迄个，无碗布在食，无水果在饮，无水在饮。所以这天地，无这天地运作，阮难好好进入伊个世界。那阮除了感谢天家地，该感谢啥？该感谢啥？感谢阮个父母，感谢阮辛苦真少在阮厝内底啊，阮兄弟姊妹。甚至交阮做伙工作过，甚至交阮做伙上课过，甚至伫阮一班内底，即个体育班内底所有交阮有缘的前天者、前辈者，哎，我嘛是爱感谢有啥意愿啊，而且凡是个开始，我嘛有个机会来上上台来实际个工作，所以任何凡事凡事拢需要感谢感恩的心，因为有感谢有感恩的心，开我是真去做啥物也好。就是尽量跟善良，尽量善良是上重要。啊，我有看到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是叫做金，一个是金啊，你的金，一个是金啊，一个是尽量跟善良。要讲的就是讲，囡仔现在的心是啥物事？如果抱着是比较的心、渴望的心，安尼，阮才会使感谢天地。阮无一个感谢，因为我感觉讲，囡仔一件代志，我心是摆了，就是摆了天地。所以，这现在讲这个心，敢有伫这个环境无？敢有？有吗？有。会袂安尼？阮才会使保持这摆下这状况下。这东方嘛，先做迄个来嘛，先修炼哦。阮到有时咧听这课，像阮遮迄个张江苏咧讲的迄个课，伊咧讲着阮个，讲着阮修炼爱上进，然后爱克克是阮个功夫一啥物，阮个大家功夫个，像阮遮迄个，是咧，到有惊一条，有惊一条吼，惊着吼，有啥会惊着？有啥会惊着？上面咧是啥物？这个叫做金塔木嘛，伊也是阮讲了金塔木嘛。啊，皇帝用个断三个，断三个，然后迄个啊，武光用个叫做断那个正五档，然后换这个去查。啊，为啥物叫做为啥物这物件会叫安尼？因为各一个物件啊名无同款，为啥物？因为身份无同款嘛。皇帝就爱用断三个嘛，啊武光就爱。金宝岛，啊，文光嘞，文光就是金堂木嘛，啊，大家名姓拢无同款嘞，人家用途啊同款无，同款，啊，有啥登记嘞？前古来有啥？古来想看卖啊，登记嘞了后，真个想着啥物？到有惊一下哦，惊着哦，来我想袂哦，我想有啥会惊伊嘞？有啥会惊伊嘞？是阮。无胆所以惊迄个嘛，嘛毋对，是因为恐惧不信，你无法度去掌握着，无法度把握着，所以永远难解。
讲者，咱就吵一个啊，对，你无准备啊，无准备就会惊惊死个。像今仔日，阮着听你讲着事，讲着咯，阮就讲个代志个，伊拢用心中看袂过，啊，怎啊在伊打火平吧？咱讲啥物？咱讲啥物？叫做无常。无常。咱叫无常啊。那有啥会叫无常？无常就是伫阮无准备时阵，无迄个，无胸膛，胸膛拢在大呀。敢有看一条？看袂吼，看一条吼。我身躯边是嘛上少啦，敢有种胸膛出车祸的？胸膛，迄落阮个朋友胸膛安破皮，然后就看伊袂办内底，敢有？哎，嘛是咧渐渐无聊，嘛是咧讲政策，阮基本无聊，是因为政策条件。我们生活周遭任何发生的万事万物，都会提醒我们爱叫什么？爱修行，有啥物修行？因为你还要看生死的，爱看这生死，还要过这生死的。我们来人世间最重要的问题是，会拄着生嘛，啊后边就安那死嘛。迄个候选人，我是同一个学妹分享，迄个。人生的真谛，然后伊也伊个讲着一句话，伊讲吼啦，伊个同学一句，安个即句嘛真有道理。伊个听着老师讲吼，讲人出世要创啥？单死，要单死啊！有啥物单死？因时间嘛来，时间来到，阮即身身躯干来先去接受伊，你猜嘛？叫做单死嘛？啊，现在单死嘛？真正人来到人世间是来单死的哦。修行来修。人生刚开始，但是来人生刚是要单死的，不然人生刚来无变是为啥？是要创啥？是不是哦？人生刚开始想要单死，还是死进去？为什么要单死？到目标了，终极的家，到目标，到终极。那阮家的话是，咱家的有讲着感谢这平安的。有这天地，靠这生死的。咱有听讲，有吉心太吉心容易，容易心亡法故嘛。容易心四相，四相法故，法故心是法故。然后有这天地，太阳拿照来，伊敢会讲我叫你较好，所以我照你较济。啊，你敢那？他惊乎，所以我爱改笑。太阳介乎安尼，对嘛？因为伊对大家拢公平，对大家是公平，所以一束万物都好落来。敢会平安日即人无惊雨伞，所以我无卖家己，卖家己，嘛无可能嘛。我无惊雨伞，卖家己，就爱生气怪。我就即人，我可能有爱伊打我。你敢伊对生态产生不公平的心，无公平的心，没有、哦，只是拄着无公平的心啊，有啥物？伊无也无错，啊好伊啊我，啊伊个无阿对，所以天地万物敢会使，即天地伊敢会使无公平，伊敢会使迄落，做青菜对待目前种是唔会使嘛，所以伊对待拢是平等的，拢是慈悲的，所以伊会使树万物照顾了在内，不偏不倚啊，不偏不倚。那我讲的是，因为知影这一切拢是大家付出的天地心血。你听见着？有啥物？即个所有诶物件，拢是大家付出诶心血。那有想过，有啥物有这问题？有啥物是付出大家诶心血？因为咱想看卖啊，阮遮伫倒位，阮遮伫这所在是倒位，天文台嘛，啊天文台啥物？有得嘛？啊，有啥物会有即间有得？有啥物有即间有得？因为有前人，有前辈者。你去寻这间庙寺，啊，这间庙寺嘛，因为阮个迄个家父陈水，伊迄个主意，伊无想讲吼，阮头顶吼，阮来使用，所以伊个主意嘛是个新鲜个。啊，前天只，阮来到这学堂会听课，会来迄个拜课啊，然后清光学堂啊，然后用地水啊，啊有会来用。来迄个农业节啦，迄个庆祝，还是大家的心态啊，拢办的。
你拢爱饲啊，啊饲一倒来，为种新的生出来，拢有保鲜，逐工逐个月有前后以上拢有保鲜啦。然后有的是有的前面只个拢买来保鲜只个植栽，啊有的我买出带来做自供嘛，所以拢是大家付出的心血。那这付出的心血，你这个付出的心血，让我员工哦，这个阿好伊啊，所以伊的工价较侪，啊这个阿三只伊的工价较少。应该无吧，应该无吧。哎，我来想一下，我之前有分享过，啊，我来我来想一下，我有讲到保险对无？嗯。我有讲到保险，保险有在先，或是无意思。那保险，敢会比无分大小嘛对无？那来，我来想看卖啊，这间有的。前面只个感觉，伊爱用偌济钱，较使去了。那伊怎个现在这介绍，伊爱偌济钱较去了？300万、400万、500万、1000万。哦。诶，前面只个感觉1000万会使，也收者无？1000万敢会使？啊，难吗？啊，恁1500万敢会使？1500万。哦，这间爱去啊侪钱哦，2000万。哎，就侪钱啊，2000万。我搁欢喜，我拢要收3000万啊，三千万，这间就爱3000万，啊来起起来，好不？安尼我着降低3000万，搁3000万，然后再做搁一个，我来想看卖啊，3000万，我会使提偌济？3000万，我会使提偌济？有个人会使提2-3千万，有个人爱提不了，即个10万、20万、30万，哎，有个提100万，有他多些啊，有他上些啊。无甚至伊会使过生活，会使提起来是。无甚至保险一块敢有，嘛是会使对无？那我想看卖哦，怎啊大个保险王，一笔钱从这间学堂起起来，正向的，还是大个的，是大个的吼。所以这间学堂所有一切拢是大个保险王，不管是保险这一块的，这1000万的，这100万的。这10万、30万，你说几千块、几百块，我们保险这边有的，就是我们所有人保险的关系。所以第二代来这个客班，在这个用上课的人，我们拢应该得一个姓的。你阮有的扫涂骹，伊扫涂遐涂骹，你行过，你就定是得一个姓的。在这个客厅中，我们保险的审查。哦，一块票，我们家有这个神仙对吧？我们之前跟我上过爬金帮嘛，然后上过一挂客客店嘛，甚至有做保险的物件。其实有个人大概看下一个真做神仙着，会起来看，安尼吼，伊只要提起来看，伊只要有看到，这个保险人就会叫这个人配合这个神的服务。所以保险有珍贵无？保险有珍贵。做定位嘞，伊即个讲着不是算讲你保险或者你有偌济，是你保险话，伊即个使用的过程当中，伊交所有的重心去结合建设，伊个重心，所以有保险的机会，有无一些机会，有财险或些机会，我讲较起吧，所以这所有一切拢是大家付出的心血，嘛袂因为咱个贫富，嘛袂因为伊较善食，伊较好食，伊是高官，伊是迄落一般个个迄落基层个工作人员做工个人，无分国外方个，只要甘心下底有会找啊。啊，即个下面啊，边啊迄落找，就是阮拄只所讲个嘛。有啥物咱即间学堂，即间学堂阮较有班底开始。啊，班底之前开始就爱做志工嘛，爱扫涂骹，爱做其他个事情。做些代志。我们要重心结合，这下海愈来愈深，愈来愈深，海愈来愈深，海愈来愈深，因为拢是深的嘛。我们来扫涂骹，是要为着啥物？为这个环境嘛。所以它是这结合这个深的，这个深的很重要。所以，咱来讲。甘心看到有烟吹，手牵手有行，风大风吹，
前两分拄则有讲着一个代志，即间啊，他是讲是三十万，大个拢大个拢报喜，不管偌济好，毋敢话毋管偌济，拢是去大家去做无畏事来报喜来做。光想嘛，但是用一手牵手来，大家来这步步都记起来。那这记起来话，那拢一开始来听着，要记是问着，拢想我是安那，哇，这困难个。他搁起来了，伊敢会困难？明白无？他搁起个过程当中，有啥会敢困难？因为可能钱无够，阮就会去做事业无。啊，起个有长，规要规段话，敢是爱找求道个，来求道。你无爱求道，伊还是来求道嘛。所以敢会有人去找求道来求道？会哦。所以大众个各尽本分，各司其职。所以手牵手，有条有框，所以有个人开始。丢了一个，阮开课了后爱办啥物活动，有个人就去丢个讲啊，这春纳的金钱的开销安怎计记录，有个人就爱去丢讲这物件要安怎，然后爱换些衣啊、换些桌啊、有的水果，拢是足侪人来去思考要安怎把这活动办成功的，这并不得安怎用的，所以这个手牵手啊。就看出来未来了，应该会晓工作会好势，因为人济嘛，人济都有心嘛，重点就是伊个心啦。人济啊，都爱有这个心，若有诶话，毋管是富大富小，还是有你讲安尼讲无啦，阮我袂听，啥物袂听，因为有人会啊，有人会，为阮这个心去做这项代志。那再来，阮来进入后一个题目。受苦受难，来，我做一两个人。受苦受难，万天，就考验提升你自己，提出信心加勇气，创造人生的意义。感谢天人费心机，过天因做道得圆满，期待着早日返故居。各位，来哦！受苦受难无怨天，照好也提升你自己。前下阮伫图书馆哦，拢做听，会听着阮崇伟老师甲我问一句话，一句话我照做一下，照做一下。咱敢有相信因果？哎呀，敢有相信因果？因果有哦。那相信因果的话，你感觉一分甲一百分？你相信偌济？几分加一百分相信偌济？所以做这个想想的这个问题嘛，我拢知影有一个，但是几分加一百分，你会相信偌济？一百分，哎，那种我真正做出来，一百分，对，一百分。那我刚才讲一百分的时阵，我应该是啥物时阵讲的？来哦，我来想看卖哦，今仔日我上惊的迄落。拄着上坡的所在，伊就搁一个所在，路边面着，路边面一只叫上坡。嘿，黄勇兵无用用无拍，啊，家己滑过去，然后无用，迄个啊无用用着，安冲出来，嘿，安尖声，你着冲出来，啊，你家己踹一条，会踹一条，啊，你踹这一条的时阵，你感觉是伊的问题，还是我的问题？是伊的问题吗？还是我的问题？拢来注意方向。哦。这是怎么样啦？阮相信因果一百分的时阵，阮应该是安怎啊的？阮会面对阮的问题，任何选择，因为阮想过一项代志对无？今仔日阮徛伫巷仔内对无？阮知影巷仔内拢是啥？一挂老菩萨骑车、卡车在看嘛。啊，你个伊个从冲出来对无？阮会知影，阮拢知影有啥代志对无？拢知影有啥代志？所以在这件代志时阵，阮敢有去准备？阮就会准备伊个时间点，阮知即个阿妈来听，拢有老菩萨，拢会冲出来。所以我就会注意，我就会面对即个问题去注意，因为你要经过即个危害，即个刀嘛，这是你的选择。迄根刀，迄是阮家己清楚。有做一条路个，但是阮毋免去一条路啊。啊，这条路会拄着即个问题，阮就是来处理。所以阮面对着任何个选择。拢是有去百分之百的接近。
如果没双节的时阵，你那个第百分之百的时阵，叫做补救。这个叫对应个百分之百的休息。为什么对应个每个百分之百的休息？因为我们还是比较弱的，这嘛叫做休息。休息就是我们相对我们弱的，去做复习，去改变，去下道理，去修，就是这个是我们常听到的发菩提心，叫做上求佛法，下化众生。我们刚刚感情不稳，我们刚刚呢，我们刚才有啥物想到无？我们刚刚在问家己，像拄只迄个，拄只迄个真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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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一姑一帮一姑，了解姑猜对无？你爸爸过，你爸爸和姨父和岳母怕死，哦怕这个怕死体对无？啊伊问问讲伊刚在复仇，啊刚落来有士兵来问讲，你刚才爸爸死？因为不错，大家拢家己问，你互伊个心智知影讲爱伊一项代志，啊，我嘛会帮大家问，目前咧想，目前咧要做一项代志，因为大家拢爱提升家己，有啥物要做一项代志。那我在讲着提出信心甲勇气，创造人生的意义。啊，我信心最重要，我常常讲想到有四个步骤，叫做信。愿行正，是嗯，我把下写开始，我把下写信愿行正。这信愿行正，我爱提起提出我的信心加勇气，我现在提出信心加勇气。啊，不叫我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重要。叫做，咱敢会相信家己会使辛苦无？敢会相信家己会辛苦无？敢会使，真个敢会使？哎，对，安尼这个信就对啊。我们相信家己会使辛苦无？因为我们若无相信家己辛苦，可能像拄只迄个真，有一讲一故事。啊，师傅啊，你搞这久啊，你有搞搞不是安什么款？啊，然后师傅来讲，啊，你有相信？哎，我你无搞，我哪知啊？啊！伊就讲伊个，啊！家想讲伊个是富，啊！伊个土地是表示钱落来，啊！我那时可能是富，因伊无勇气啊，伊有啥无勇气？因伊从来无相信家己是富，啊！但是大家是富，四天无去拢讲过，伊在伊在台北中心，台北有有有是，我拢有是，但是你讲相信家己是富，啊！相信我，我开始问啊，解问白起，买用真正啊，使。了解我们现在创造人生的人生的意义，然后还在报报天恩，做得地方哦，期待早日还报恩，还报恩啊！然后我们在想，我们以来，我们有几个代志想着嘛是，我们前面在我们有遇到的，那遇完的，有些时阵，王天彪，我刚好下个是为讲，我哪遐尼，我哪有能力？迄个经济中间了有咧小小个了，阮会伫天堂、天堂挂号、地府求。嗯嗯。阮够相信，阮当阮即个身躯无去个时阵，阮会去天堂，还是去地府？天堂。会去倒位？够相信无？有。去天堂吗？还是去地府？天堂。有得爱去天堂。弥勒天堂。我相信，阮一定会使等伊弥勒天堂，去天堂所在。啊！我今仔来，就是阮个早起放课，就是有伫个伫个所在。嗯。啊！我来看这条，看我出来。你也挺看。